15年前，北阙西楚接连遭北黎所灭，疆土纳入北黎之治。北阙有部分移民北上，于冰原之外重建势力，意图复国。而西楚故民则彻底融入北黎。昔日的西楚大族晏家， 更是经过多年经营，成为了北黎西南道最强大的两派势力之一，和出自北黎的世家顾氏分庭抗礼。直至太和15年，顾家家主顾洛黎暴毙巴别城，西南道魁首之争终于拉开序幕。 刚才午夜派人来说，为避免晏家不满，让我们把府内的白帆都给换成红绸，实在是欺人太甚。难道我们真要这般任由他们宰割吗？少师兄长请人为我批命，命书上说我一生壮志，空负凌云，死而不得其所。公子。 去天启那年，兄长赠予我的。他让我拿着这把剑，闯过学堂大考，不负凌云。从此以后，这便是我唯一的剑。你问我是否就这样任人宰割？ 纵马扬鞭踏遍十九跨洞，翻山秋入白衣醉飞天，我此生最不怕的就是拔剑，最不信的就是命。燕家在此时联姻意图吞并了顾家，简直可笑！既然他们觉得白帆不齐，想要红绸，那就让鲜血染尽这些白帆吧。我可是狂徒啊！
不是说柴桑城很繁华的吗？来了13天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我好歹也是乾隆城小霸王，可会来这倒霉地方受罪？大哥，进来喝一杯。不收你钱，就当交个朋友。不交就不交，脾气这么差，给我来10斤肉。当着我看我家小西施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酒壮怂人胆。你看再酒也只是看，要是喝了我的酒，你就敢过去了。滚！得嘞。这要是在乾东城，我一把火烧了你的油铺。少年郎，怎么不来和我搭话呀？不，不必了，不必了。哎，起床了，司空长风。司空长风，嘿，你懒骨头，哪有店小二起得比掌柜的还晚的呀？你说也是奇怪啊，这柴桑城不是西南道的第一大城吗？怎么自从我来了以后，这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？而且我遇到的人吧，也都奇奇怪怪的，你不觉得吗？来客人了。龟，看你们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。东龟这名字好啊，很配你们。进来喝一杯。小二？什么小二啊，我可是老板。老板？嗯，小老板看着年纪不大，生意倒是做得挺大呀。生意大不大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酒好不好。小老板很是自信啊。那是自然，酒好不好骗不了人，一喝便知。不过若是你们觉得不好喝，那就回家换个舌头吧。大胆。嗯，看着天似乎又要下雨了，既然已经来到了这儿，不如进去喝一杯，歇歇脚。走。哎，我的酒可不是随便歇歇脚就能喝的酒。愿意细品。来，客官便请。我这儿也没什么客人，今儿你们是第一个，请吧。不是已经有一人了吗？他可不是什么客人，他属这儿的店小二。小二？桑洛、新风、茱萸、松劳、长安、屠苏、元正、桂花、杜康、须臾、声闻、般若、
一共是二盏，一盏二十两。哼，你知道整个西南道最好的酒馆蓝玉轩里的月落白脉多少钱吗？一盏18两。我的酒比他好喝一点，所以我卖20两。你都要了。 爽快，请吧。小老板，既然没事，一起过来喝一杯酒吧。那我便不推辞了。<笑>不知小老板怎么称呼？我姓白，叫白东君。东君科佩生烂山，青玉过时拂柳端。好名字。 也有人这样叫过我的名字，来喝酒。长安久未绵长，最宜雨天来饮。各位今日不饮的话，可惜了。要这话，元正澄澈干香，最是远行归客。各位奔波而来，饮一杯正好。这也不好。 那也可惜。敢问小老板能喝什么酒？那就虚臾吧。虚臾一念，有的时候，命运的改变，往往就在虚臾之间。 小老板，这杯我便先饮了。如何如何，我这酒最名天下，确实是好酒，在我此生喝过的酒里，可排前五。第五？那你告诉我，第一是什么呀？天启城，碉楼小筑，秋露白。秋露。 自以为好酒只能品一味，而碉楼小筑的秋露白却能品出三味。待会儿我酿出一壶酒胜过秋露白，足以名扬天下。<笑>小老板若有机会去天启，可以一试。怕是没这个机会喽，我家人是不会让我回天启的。哦，回。 真是好酒啊！我可真是个酿酒的天才啊！诸位，不饮一杯吗？这元正确实清爽回甘，确实不错哈。那边那位店小二，请你喝杯酒吧。来找事的。啊？ 有酒就行了。石元正，好酒，不够。 不让你打，你还打，你可赔钱货。注意客官，我家店小二就是个江湖浪人，不懂礼数，莫怪莫怪。哼。
看来这个雨一时半刻是停不了，但有些事却耽误不得。小老板，今天这酒便饮到这儿了，告辞。 雪昭，发什么呆呢？走了。这里面啊，还有一个人。闻出来了？闻？女人香。女人？ 身体可有好受些？兄长，不碍事的。那酒肆到底什么底细？里面有个小老板，年纪不大，应当不会武功。他旁边的小二倒是会些功夫，但也不算太强。不过，这些现在都不重要了。 为避免节外生枝，我会派魁正和学正将他们抹除。没想到啊，掌柜的，年纪轻轻这么好色。我清清白白的，你可别乱说，坏我名声。不过是那熏香，我娘亲也用过。我早在一个月前就已派人控制了整个龙首街，唯有这间屋子，我摸不着底细。 原以为只是一间实实在在的无主之宅，没想到临到关头，人出现了，还开了一间酒肆。尝尝，是好酒。人嘛，也算挺有意思的，还问我这酒能不能名扬天下。 桑路，柴桑远路，好名字，也确实是好酒。 只可惜，这名扬天下，他怕是等不到。西南道近日有一件大事，而且是个大喜事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以我这一手酿酒术，可以先成为柴桑城的第一酿酒师，顺理成章的受邀为西南道第一大喜事备酒。到时候前来观礼的各路英豪。 都可以喝到我酿的酒。如此一来，等等，什么大喜事啊？你不知道？当然是西南道准女儿的顾家和老二燕家联姻的大喜事啊！白同学，别那位小子，叫掌柜的。其实从一开始，我就觉得这条街道有些古怪。我只不过是贪图你的美酒，便留了下来。可现在有些后悔了。 我应该早早就走才是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我们意外卷入了顾燕两家的斗争之中，不止他们，还有刚才那一队人也是。 我浪迹江湖这么多年，这点嗅觉还是有的。那你嗅一嗅，他们为的是什么呀？方才你不是说顾家和燕家要联姻吗？可这顾家大公子前些日子忽然暴毙，如果这门喜事是真的，那这喜事太蹊跷了。这人都死了，还结什么亲啊？顾家还有一位公子，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首诗？ 风华难测清歌雅，琢磨多言凌云狂。柳月绝代莫沉愁，清向有才留无名。
这也太不押韵了吧！哎呀，这是白小棠发布的公子榜，只不在押韵，而在贴切。讲的呢，是我北黎的八位绝世英才：城府极深的风华公子，风雅精致的清歌公子，一口三舌的琢磨公子，狂傲自私的凌云公子，容貌绝代的柳月公子，面如黑炭的墨尘公子，才华绝世的清相公子，以及空缺暂留的无名公子。那这和柴桑城还有顾家有什么关系啊？这凌云公子啊，姓顾，所以说顾家的这场联姻，新郎官就是凌云公子顾剑门。凌云公子，这听着便是奇妙啊。走。走哪儿啊？去顾府，要顾剑门来喝酒啊。凌云之气一飞冲天，听着便会是个了不得的大人物。等他喝了我的酒，去外面吹一吹，我名扬天下，指日可待。好，可别走。你不是要带我去顾府吗？怎么像是去做贼？你信不信光明正大的走，连这条龙首街都出不去？哎，没想到你这个赔钱货懂得还挺多嘛。那是自然，混迹江湖这么多年，要是这点心思都没有，早就埋在下面了。走吧。哎，怎么了？有人。公子，这天色……是来自暗河的贵客吧？苏黎，不可造次。贵客临门，要一起喝一杯吗？多谢公子，但还是不必了。贵客是信不过我顾剑门吗？如果北黎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暗河相信的人的话，那便一定是公子了。谁人不知，这暗河是江湖上人人闻风丧胆的存在。只要有暗河出现的地方，必定会充满杀戮与死亡。像你们这样的刺客恶鬼，也需要朋友吗？公子言重了，就算是刺客，也需要朋友啊。就像我们暗河选中了公子，是认为公子有些事儿可以帮到我们，而我们
也可以帮公子做一些事情，一些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暗河口中的朋友就是这般利益关系，这样不是更可靠吗？公子本应有许多朋友，可现在他们都去哪里了？他们在哪里不重要。公子的兄长，他本无真凶之心，却依然死在了巴别城，死在了离故乡300里之外。公子，你的敌人容不下你，更容不下你的兄长。敌人的刀已经拿起来了，而我们暗河会派最精锐的杀手来此，帮助凌云公子，让他们燕家有来无回。兄长如我父，此仇我誓死必报，但不需要靠暗河来报。剑月雪，据说这把剑奇刃之锋可斩断空中雪线，公子是要杀了我呀？暗河想在西南道立足，就不打算拿出点诚意来吗？来，让我看到你的诚意来。好。好。纷纷，必杀之时倾泻而下，宛如木女。你分明是暗河中凶厉的刺客，可你的剑里却有着剑客才有的剑意。公子从一开始便没打算跟我们合作，为什么又逼我用出最后的杀招？如果我说是因为我兄长死了，可我却还被困在此处无法离开，所以很想找人结结实实的打一架，那你的剑是不是就要刺下来了？公子若考虑清楚，可去青松客栈寻我，我会在那里等公子奇遇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本不应该有名字，
但我愿告诉公子我的名字，我叫苏沐雨。公子再见。公子，他暗河三家中穆家极擅长此等诡道秘术，苏沐雨来到这柴桑城必然不会是一个人，这墙外必定还会有穆家的人为他护阵，就连这突如其来的黑天亦是他们的手笔。至于这些秘术，你想不通的便不用去想了。那他刚才说的是暗河不请自来，背后图谋令人胆寒，我们的敌人只是人世中的凶徒，可来做交易的却是地狱里的恶鬼啊。那鬼应该走远了吧。奇哉奇哉，这天怎么又亮了？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咱们先离开这儿吧。你们两个看到了什么？知三鬼他们可在这里等了许久了呢。我们什么都没看到啊。走吧，离开这里，最好离开这座城。知三鬼，还不快走。多谢。吓死了吓死了，我不会是偷偷跑出来开个酒肆，清清白白的卖我的酒，差点连性命都没了，你说我有没有点天理了？掌柜的，不是吧？但是东家起火，西家冒烟啊！啥？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啊！小老板，怎么才回来？这是去哪儿了？我还要跟你买酒呢。哎，实在不巧啊，酒都卖光了，改日吧。改日？改日可就没有机会了。没机会的是你。哎，看来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，今日必有一战了。掌柜的，找个地方躲好了。司空长风，你小心。哎，哎。之辈，报上名来。哼，巧了，我还真是无名之辈。我从小未见过父母，吃百家饭长大，睡破寺庙而活，未曾有过姓氏，更无人给过姓名。不过生来空空，去也空空，也是不错。我给自己取姓司空，也愿化作长风，一去不归。空长风，
哟，原来这才是正主啊！原来你们是一伙的，我们素昧平生，又毫无过节。我还给你们喝了一盏我的好酒，你们为什么杀我？总不能是嫌我的酒太贵了吧？怪就怪你开店选错了地方吧？玩戏了吧？生命是很珍贵的东西，每个人都只有一次，我们并没有权利随地去剥夺别人的生命啊！白痴！你说什么？掌柜的，你还没听明白吗？顾府已经被这帮家伙包围了，咱们碍着他们的事儿了。说你白痴没错，你竟然想着和这样子的人讲道理。喂，屠夫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说，如果我们现在离开，能放过我们吗？不能。那就不废话了，打吧。生遭官法，死见阎罗，你是金口阎罗阎千岁。掌柜的，你先跑。我千里迢迢的跑过来开酒肆，也不是没有准备的。你快跑啊！少年郎，去哪儿啊？躲什么呀？是姐姐不够美吗？当然不够。你想去哪儿啊？去那儿。你怎么还没跑？你找我上面。但是小看小老板了。没想到你武功平平，轻功倒是不错，只是想从我这里过，就这几步还不够哟。这样吧，姐姐看少年郎生得俊俏，也不忍斩尽杀绝，不如把我们放了。说什么玩笑话，不如你们两个活一个死一个吧，怎么样？商量一下，谁死谁活。白东君，我知道，不过是萍水相逢，你我的交情在方才那一战中也用完了。我理解。什么？我话都没说完，你理解什么了？你理解啊？我还有最后一枪，这一枪之下，前面这个一定会死，但我也不一定能活。你尽力自保，如果我能活下来，我就带你冲出去。你有几成把握？一成。一成？一成的把握，你还有脸说得这么信誓旦旦？不过是将死之人，拼一拼罢了。司空长风，如过了今天，我俩还有命活，我再告诉你。不死。水正，真是个难听的名字呀，重新认识一下吧。我姓雷。雷？
哪个雷？雷家宝的雷？哎，也可以这么说。虽然雷家宝并不喜欢我这个不听话的子孙吧，但我还是认这个家的。嗯，你是除魔多言雷梦莎？色和